是我见过最大的薯片。哪有彩虹乐事薯片？看着挺虎的，对吧？你看比我的这个大象胳膊都长哎。这么大一包，它里面到底有多少薯片？买了超大薯片，八十块大礼包，净含量是810克，这也是粉丝们通过的图片美食。大家手机里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，可以多推荐点。师兄挑点赞最高的给大家安排。喜欢师兄的点关注支持一下吧，不信先看配了表。拜托了兄弟们，给大家截个图，它里面有原味、王八味、青柠味、红桂味、番茄味和烧烤味。好家伙，这么多口味是在这一大袋里滚装的，难不成是忘了哪个味道吃哪个吗？这么一大包，拿在手里跟个武器似的。有了这玩意，你最想打死那些没点关注的。你知道这一大袋它有多长吗？直接上尺子量它的长和宽，宽是32厘米，长是93厘米。这大武器拿在手里还是有点分量的。咱们先不拆开称下的全部重量，袋包装的总重量是903克。师兄很好奇啊，这么大一包放在你们班里能顶住几分钟？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真实的分量，直接上最大的盘子，把这一大袋全部倒出来。我的天啊，这里面竟然有6包135克的小包薯片！有没有懂的粉丝？这135克的一包多少钱？我买这个6包要我80.5块，算贵吗？综合评价。